现在在扒皮，扒完皮之后就进行挤压，我们每一个珠宝都扒皮。现在送过去就可以开始挤压了。这些都是我们在做的无缝管，这些是往那个自行车避震器上的6066的管材，是出口台湾的。这是我们的 CNC 车间，就做机加工的车间。